来茅台啊，咱都得喝酱酒，上回喝的散酒，这回咱喝个高级货。我特别喜欢他这个碗啊，我每次来这家喝酒，这个碗特有感觉，一会儿问老板还能要一个吧啊。啊，这个破碗很有感觉。那你喝酒说大碗喝酒啊、哦？我们就是大碗喝酒，那必须大碗喝。啊，酒还不错啊、哦，好酒配好菜嘛，是不是？给我也来一碗啊，咱俩、啊。你要用杯子是只是用碗？我们就用碗喝。对了，你这个啊，用碗有感觉。这酒量，看这咋样？这酒花如何？嗯，漂亮，香吧？这个香味啊，这个香味就出来了。看兄弟们，咱这菜啊。硬不硬？这四个菜，四菜一汤。哦，这个鸡蛋，我的妈！哦，这个鸡蛋，我天哪！这老板太实在了啊！来，喝起喝起，先吃个花生米。花生米这是天生为了酒而生的。哎，对对对，天生的下酒菜这是。嗯。哎呀，那你喝一口吧。嗯，来一口。啊，大碗喝酒。到茅台镇就要拿这碗喝酒，太有感觉了。爽吧？真舒服！我跟你说，这拿着碗喝酒的感觉就是不一样。